今天我们人鱼族就要宣判刘轩下十八层地狱。首先我们派出我们的美人来勾引目标人物，你现在勾引他，他有可能会跟你接吻，你接过吻没有？没有。我觉得我有责任要跟你练习一下接吻。好啊。再派出杀手，这么简单，你嘴巴有泡沫跑出来，用我都见了嘛，这见有毒嘛。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八千年的股债，九千年金融风暴，零二年非典，我都活过来了，今天就凭你跟我斗。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过的最美丽、最脱俗、最干净的女孩，我们去玩好吗？这就是所谓的美人计，那么厉害啊？对啊，美人鱼，给我条生路好吗？大年初一陪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敢不敢试试？我做不了。你敢不敢看着我的眼睛，再说一次？你就非得要转吗？谁他妈开风扇啦、啊！